马大哈，你就是马大哈呀？我是马大哈，怎么？带走！哎，不是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，你们放开我！我问你啊，你叫马大哈是吧？是。安徽亳州人，98年的，今年42岁，北京大学服装设计专业毕业，是你吧？是老板，怎么？好，我打个电话。老板，我是不是做？闭嘴！喂，狗主管，带上你表妹，现在来到我办公室。 对，就现在。我问你啊，你一个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大学生，就来我们公司干保洁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们新进来所有人，狗主管都说了，要从基层做起。狗主管安排的是吧？嗯。行。还有啊，嗯，这个方案你看着眼熟吗？我看，哎，怎么是这个方案呢？ 过来！哎呦，主管，以后你不叫马大哈，我表妹才叫马大哈，听明白没有？啊，什么啊？你听懂是不是？记住了，这个公司除了老板，我表哥可是老二，他说什么就什么，你就给我听话照做。以后啊，你在我们公司啊就叫无名。无名？记住了，这个方案明天早上8点钟，老板就要要，你今天晚上加班熬夜的给我做出来。 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还有，这个署名，表哥，嗯，写我的，对，这个署名的这个位置啊，要写我表妹的，写你的算什么回事？嗯，知道了。哎呦，别看你是大学清华大学的，而且还学的服装设计系，我一个小学文凭，我照样比你强。就是，我表哥还是这里的主管呢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这个岗位，上百号人盯着呢。 你能干，你给我好好干，干不了马上滚蛋。对，表哥，我要去做美甲。走，过来。干啥呢？赶快坐呀，磨磨唧唧的。走。狗主管。 我曾斗胆问我一次，老板，这个我没见过，确定不是你做的？我确定。放，老板，你叫我。主管过来了。嗯，是这样，这个方案是你们设计部门设计的，对吧？是的。当然了。方案做的很成功啊，一经上市，咱们这个裤子销量卖的很好啊。嗯。然后今天叫你们设计部门过来呢，是准备给你们发奖金的啊。发奖金？对，这10万块钱呢，哎，先别着急，这10万块钱啊，是准备发给你们设计部门的。 然后，钱的事先别急啊，是这样，这个方案呢，我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，是谁设计的？是我表妹啊，你表妹是吧？我呀，来，这样啊，让你表妹呢再给我介绍一下这边裤子。好，来，表妹，哎，来，这个方案你就不用拿了，来，方案不是你设计的吗？你直接拿着裤子讲就可以了。表哥，没事，大胆给他介绍。老板，你看嘛，哎，山坡锁地裤，嘿嘿，对，看啊。 嗯，黑色的，嗯嗯，然后哇，这个弹性，嗯，太给力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你看这个面料，嗯，丝丝滑滑的，然后呢，你这两条腿，三条腿的一定不能穿的，对，而且冬天穿可暖和了，夏天一定不能穿，听到没有？来，你会说吗？表妹说的好呀，多接地气啊！你不会说呢，你到后边站着。好了，来，主管，主管带你表妹到前面来啊。好好好，我问你啊。 这个方案到底是谁做的？那不是署名是我的吗？对啊，你表妹叫什么名字？马大哈呀。马大哈。对啊。确定你表妹叫马大哈是吧？确定。太撒谎！你表妹啊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哪里毕业的？海归是吗？对。小学都没毕业吧？啊，你招进来的吗？我才出差一个星期，你把你表妹弄过来了啊？哪里毕业？小学毕业来给我冒充海归，高学历人才是吧？啊？ 还有，咱们公司啊，门口那个保安是你大爷吧？啊，食堂做饭的阿姨，是谁？告诉我是谁？食堂做饭的阿姨是谁？啊，七大姑，都是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弄来了是吧？你家庭好管理啊，你家人好管理啊。那我问你啊，这个公司是你的还是我的？我要把公司给你啊！你表妹啊，我一分钟都不想看了，让她去财务结算工资，给我滚蛋，听见没？滚蛋！还有你，啊，你跟我多长时间了？
将近有10来年了吧？10来年了是吧？啊，我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你，就是让你以权谋私嘛？啊，就是让你滥用职权的嘛？你表妹啊，人家啊辛辛苦苦熬夜加班做出来的方案，你让你表妹冒名顶替，你怎么想的啊？他是个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你，你不为公司谋福利啊？看看你干的都是什么事儿，这么好的人才啊，放到你手里，差一点就给埋没了，你怎么想的啊？ 不是叫他干个保洁吗？干个保洁，我这样啊，这个事儿呢，我不想跟你多说啊。还有，这个裤子，我让你给他们发，你给我花哪儿去了？我咋没给我花呀？没发去，弄哪儿去了？你跟卖了是吧？行，你胆子不小啊。你信不信我现在打个电话就给你送进去？老板啊，给你这么多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行，看在你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 这个裤子我不管你弄哪去了，一条不少的啊，给我送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听见没有？还有你啊，现在也去财务结算下工资，滚蛋啊！你不适合在我公司上班了啊！你不给自己出去。好。哎，马大华，你到前面来。是这样啊，这个事儿呢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啊，希望这个事儿对你不要有什么影响。然后呢，这个方案是你做的哈，刚刚呢，我收到这个奖金的问题啊。 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奖金啊交给你。老板，这也太多了。拿着，拿着，来。然后呢？谢谢老板。不客气啊。然后这个裤子呢，天冷了，就没给你发。你把这个裤子拿回去穿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到仓库啊，再多领几条，给家人也带回去。还有啊，这个方案啊，之后公司所有的事情设计方案都交由你来负责，没问题吧？老板，我可以吗？你可以的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老板，我会加油的。加油，好好干。